企业管理看国际，大家好，我是郑瑞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共同来探究国际企业管理。在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可以看到国际企业的踪影，像小朋友们喜欢的麦当劳，或知名的量饭店、好事多，大家常逛的这个收购百货，家中的这个 Sony 电视，好同学手上拿的这个 iPhone。 在街头奔驰的宾士汽车等等，他们都是来自于经营活动哦，跨越国际的所谓的哦这个多国企业。那今天呢，这个多国企业蓬勃发展，则是拜产业全球化或市场全球化的力量所示。现在我们来看一则报道。 杯星巴克咖啡，台币上百元，是不少人每天早晨的美好选择。但对于下一餐温饱都有问题的人们，星巴克餐点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华梦想。美国星巴克看到了这个现象，因此决定要捐食物做爱心。We are going to feed millions of people to put really good food in the hands of people who unfortunately would have gone hungry through the night. 星巴克将和非营利组织食物银行合作，全美七千六百家分店同步响应，每天卖不完的三明治、水果沙拉餐盒将全数捐出去，冷藏送到食物银行，再分放给真正需要的民众。根据统计，美国每年丢掉约三百一十八亿公斤的食物，但却还有一成五的家庭几乎餐餐挨饿。星巴克希望能扭转大企业浪费食物的形象。 同时让孩子们享用美味餐点，从此不再挨饿。好，大家刚刚在新闻影片当中所看到的企业，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全球知名的国际连锁咖啡龙头星巴克。那星巴克咖啡成长的轨迹，就是国际企业发展当中好这个最佳的写照。星巴克的命名是以赫曼。 梅维尔在《白金记》一书当中的大富之名而命名来的，那位冷静又爱喝咖啡的大富 Starbucks 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什么呢？啊，联想到海上冒险故事，也让人忆起早年咖啡商人啊走遍各地寻找好咖啡的传统。那第一代的星巴克美人鱼 logo 其实是啊深褐色的。 取自于十六世纪挪威的双尾美人鱼目标的啊这个图案，它看起来妩媚迷人，也充满着冒险精神，就像喝咖啡一样具有诱惑力啊。加上一个环绕着啊 Starbucks 啊这个 Coffee Tea and the Spicy 的字样，就成为令人神迷的啊星巴克啊这个商标的图案。 那在1987年，星巴克总裁霍华修兹，他改以绿色系为主的色调，好创造出明亮活泼的感觉，并把美人鱼拉近，让大家能够好更看清楚，看见美人鱼的这个笑脸，好演变成为今日的星巴克的女神 logo。那我们知道，第一家星巴克咖啡在1971年在美国。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场当中的哈这个派克，好 Pike Place Market 哈旁边开幕的，目前这一家创始店已经成为西雅图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每天吸引大批的人潮前来朝圣。一开始呢，星巴克只有这个 t l e 的六家门市，而且只卖咖啡豆。现任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哦霍华肖兹。 在一九八七年，筹资买下了星巴克，并把星巴克设计成美国版的啊意大利咖啡屋。霍华秀斯经营咖啡事业，着重在啊人文特质、对咖啡品质的坚持，提供消费者啊优质的咖啡产品与舒适的消费场所，深得消费者的喜爱，逐渐建立起。 这个良好的口碑。那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星巴克在日本东京银座开设分店，这也是星巴克第一次在北美以外的地区开店。那我们台湾的星巴克呢，是由美国啊这个公司跟台湾统一集团旗下的统一企业、统一超商三家公司合资。那在一九九八年正式成立，啊，共同在台湾。 开设经营，那星巴克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积极创新的行销策略，啊，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当今全球精品咖啡的领导品牌，啊，备受国际学者专家推崇，被誉为咖啡王国传奇。如今，星巴克在全球已经拥有两万多间的分店，遍布在啊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中东。 以及太平洋地区向亚洲。那听完了这个星巴克的故事，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好，第一，星巴克咖啡属于哪一种企业形态？第二，星巴克拓展世界版图的动机是什么呢？第三，星巴克在跨国管理上必须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呢？那空中大讲堂，我们下回见。 同学好，我是郑瑞昌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国际企业管理理论与实务的，还有钟凤珍钟老师。钟老师你好，郑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第一讲国际企业管理导论。好，呃，本讲次的单元目标有：一、了解国际企业意义以及形态；第二，探讨国际企业发展历史；第三。 讨论企业国际化动机。第四，介绍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风险。第五，比较国际企业与国内企业管理的差异。以下将一一为同学来说明。首先，请钟老师为大家说明什么是国际企业。所谓的国际企业呢，是指企业所从事的研发、制造、行销、销售、物流管理等活动。 跨越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界来进行。以汽车市场为例，像日本的 Toyota、美国的 Ford、呃、呃德国的 Mercedes-Benz 或者 BMW，这些呢都是属于国际企业。由于目前国际企业的理论仍在持续的发展当中，所以学术界对于国际企业的名称用语相当的多样化。常见的有多国籍企业、跨国企业、国际企业、全球企业等。 学者依照企业面对全球资源整合及回应国外当地市场的压力程度，将多国及企业区分成四种形态。第一个是多国企业，第二个是全球企业，第三个是国际企业，以及呢跨国企业。首先，我们来介绍多国企业。通常，多国企业所属的产业呢，全球整合的压力比较低。 但是国外当地市场回应的压力比较高，表示这个产业呢，每个地区各有特色，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流程很难标准化，所以难以进行全球的整合。例如，美容美发、餐饮业，大多数属于多国企业的形态，因为每个地区的文化特色、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饮食习惯都不尽相同，这些都会影响到当地消费者的喜好。 所以，美容美发业者呢，必须配合国外当地市场消费者的审美观；而餐饮业则必须迎合在地消费者的口味，才能打开国外当地的市场。第二种类型是全球企业，全球整合的压力高，回应国外当地的压力比较低。这表示这个产业呢，地区的差异性并不大，产品或者是服务流程的标准化程度高，所以企业必须进行全球的整合。 追求规模经济跟经验学习的利益，来降低成本。例如半导体产业，我们举晶圆代工的龙头台积电为例，台积电呢帮 Apple 公司呢代工生产 iPhone 手机的处理器。那处理器呢，它的产品规格具有一致性，标准化的程度很高。 所以台积电呢，可以致力专注于研发跟生产技术的提升，而不必耗费资源呢，在回应国外的当地市场。那第三种类型呢，是国际企业。国际企业呢，它所处的产业的全球整合压力，跟回应国外当地市场的压力，都属于是中等的。企业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跟全球资源整合的压力，但是产品或服务呢？ 能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性。我们举汽车业为例，日本的 o t 塔汽车，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厂商，它的销售版图遍及全世界，旗下各系列的车款基本上会有标准化的配备，但是也会根据国外市场、当地的天候状况、驾驶习惯等在地因素呢，调整它车款的规格和配备，来符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第四个类型呢是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全球整合压力高，回应国外市场当地的压力也大，所以企业经营呢面临相当的挑战。以制药公司为例，研发新药需要大量成本的投入，所以必须全球营运以降低成本。但是各国的医疗与健保法规差异又非常大，企业又必须高度回应当地市场的特殊需求。 所以，企业必须利用整合全球资源来加强创新，学习善用其他地区的优势，设计出符合各市场需求的产品。整体而言，无论企业国际化的程度，或者是与国外市场互动程度如何，一般统称为国际企业。全球化的国际企业已成为企业集团扩大经营时的必然之路，而国际企业的经营管理。 也成为必备的知识。好，谢谢钟老师的补充有关于国际企业的形态。那接下来呢，钟老师，那什么是企业的全球化呢？好，一家企业迈向全球化，通常代表着四个经营面向的全球化。第一个是市场全球化，我们几乎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买到可口可乐、麦当劳汉堡、Levi's 的牛仔裤、帮宝士的纸尿裤。 以及 t 塔汽车等产品，全球化市场呢，正是驱使这些企业走向跨国经营，以获取更多利润的最大诱因。当先进国家的市场已渐趋饱和，不再有成长的空间时，企业必然会走向全球市场，营收和获利才有可能继续成长。第二个是研发的全球化，由于市场全球化以及行销本土化的影响所及。 跨国企业也已将研发的功能呢向外延伸到世界各个重要的市场去，例如微软、Apple、Google、Sony 等企业已经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立亚洲研发中心，展开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研发设计。研发全球化的意义呢，也代表着跨国公司。 对于海外当地的研发人才与智慧的有效运用，更能加强国际企业的研发竞争优势。第三个是采购的全球化，许多欧美日三 C 品牌大厂以及大型的零售连锁集团呢，都在全球各地找寻最便宜的采购来源，例如美国的 Apple、HP、日本的 Sony、NEC 以及 Walmart Home Depot。 好事多和家乐福等大型的零售集团，都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设有亚洲采购中心，负责订单的采购事宜。第四个是制造的全球化，促使跨国企业必须将制造基地从国内延伸到全球各地的主要原因呢，是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据点，以及想要接近目标市场的所在地。由于制造全球化。 形成了国际企业的低成本与贴近顾客市场的双重竞争优势。制造全球化正代表着制造功能具有游牧民族的特性，哪里的成本最便宜，就往哪里去生产。例如帮，帮 Nike、Adidas 等品牌代工制造球鞋的台湾厂商，制造基地呢，早期由台湾移往中国大陆。近年来，因为大陆劳工的薪资成本大幅的上升。 于是呢，又把制造基地呢移往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进一步移往柬埔寨、缅甸等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好，谢谢钟老师哈。我想经过这个钟老师的补充，同学对这个全球化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全球化呢，哦，它所带来的冲击到底好或不好，其实呢也是有，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企业。 或国家，它市场大者恒大。那现在很多国家，它失业率提高，其实很多就是哦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哦结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问钟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有哪几种啊？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通常会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商业组织结构。最常见的有四种方式。 一个是纯粹贸易，再来是签约授权，再来是合资公司以及独资经营。第一个是纯粹贸易，一般来说，出口贸易模式的风险比较小，企业的控制力比较低，投入的资源呢也比较少，最常面对的是汇率风险。这种进入策略大多是一家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初期阶段，因为不熟悉作业流程。 也不确定产品的接受程度，先以少量的出口在海外测试水温，待逐渐熟悉海外市场之后呢，再决定是否改采其他的策略以扩大投资的规模。国际间交易呢，所涉及到的金流跟物流有关的金融体系跟政府部门呢，与国内市场很不相同。 因此，企业可能会透过外部的专业公司，例如贸易商或者是代理商，协助出口产品到海外市场。若公司的资源较为缺乏，则可能会透过共同运输、安排传期、配销等等方式呢，来进入国际市场。第二种是签约授权，签约授权的模式又可以分成授权以及特许加盟两种方式。首先，我们来讲授权。 授权呢，多应用在制造业，授权者提供专利、技术、商标、版权等给当地的被授权者，允许他在一定的范围及一定的期间之内使用或者是销售，而被授权者于固定的期间或者是按照产品的件数支付一定金额的费用或者是权利金给授权者。第二种，特许加盟。 特许加盟是指提供当地企业品牌、管理技巧、产品的制成以及人员训练等等，以便在一定的区域期间内销售各项产品。加盟者必须支付权利金给加盟业主。第三种是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是跟当地的企业或者是当地的政府共同出资设立一个子公司，共同拥有子公司的股权以外呢？ 而且还参与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个模式的优点是包括，跟当地的企业共同分担了经营的风险，产生了重效的潜力。缺点呢，则是包括了可能会与合作企业发生冲突的风险，甚至可能会产生未来的竞争对手。第四种呢是独资经营，也就是直接投资，常见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企业自行在海外呢购买新设备、设立新厂房、成立新的销售据点，以进入国际市场。但是这种方式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比较大。第二种是直接透过并购相关的企业，将当地的产业链加以整合，就是企业将营运的范畴呢向上游产业或者是向下游产业来延伸，涵盖从生产到销售产品的过程。 甚至直接采取水平式并购的方式，将同业并购接收对方的顾客，快速进入市场，并获取互补性的资源，有机会快速取得市占率。我们将在第六讲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好，谢谢钟啊钟老师的补充哈。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有关于国际企业是从何时开始蓬勃发展呢？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企业的技术及生产能力比较低，所以投入海外市场的意愿低落。国际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及发展。初期呢，由于缺乏对海外市场的相关知识，经营上存在着极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呢，偏向于本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化、法律、市场、业务、产业发展比较相似的国外市场进行交流。 并进行一连串开创性、实验性的出口活动，伴随着经营知识及经验的累积，经营上面临的风险渐渐的减少。另外一方面呢，也更能掌握经营所产生的利润、销售和市场开发潜在的能力，因而增加人力资源及物力资源的投入。依照 Richard Robinson 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企业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九五零年代的萌芽阶段，一九五零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成长阶段，以及一九七零年代的分老阶段，还有一九八零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新国际秩序阶段。及时而有效的国际资讯，成为今日国际企业经营成功的要素。被誉为黑天鹅的美国新任总统川普。 选前呢，曾针对贸易的议题激烈发言，他指控奥巴马政府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牺牲美国本土的企业。川普扬言，当选上任后呢，他就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 NAFTA，而且要撤回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川普还计划普遍性的提高美国关税到二十 percent，目前呢，美国平均的关税税率是三点五个 percent。 并且对中国大陆跟墨西哥分别克征百分之四十五跟百分之三十五的惩罚性关税。如果川普真的实现他的竞选承诺，将会是全球经济的大海啸，台湾自然不能幸免。美国是中国大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虽然美国是台湾的第三大、韩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是台韩两国输出中国大陆的许多零组件。 最终的市场还是美国，川普的保护主义终将对东亚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好，谢谢钟老师的补充，好让同学了解一下说这个国际的发展。那现在呢，企业为什么要国际化呢？那他们的动机又何在？好，企业想要国际化的动机不外乎获得及学习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并拓展海外市场。 企业国际化最主要的动机呢，是为了降低营运成本，提升竞争的优势。相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像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中国大陆、中南美洲国家、东欧国家及东南亚国家等开发中的国家，因为具有众多的劳动力、土地及低廉的原物料资源，更能够吸引许多海外的企业投入生产，以获取低成本的资源。 除了追求低成本以外呢，企业也重视高层次的资源，以应应技术知识密集时代的来临。例如，寻求研发设计的人才、品牌行销通路以及生产能力的提升，并借由区位优势及产业群聚，获取更高层次的资源。如果是处于高度饱和的市场，开发成本高，投资报酬率低。 再加上外国市场成长潜力跟经济规模这些诱因下，会促使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化的布局。好，谢谢钟老师的补充哈，让同学了解这个国际化的动机了哈。那接下来还要问钟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当进行全球化布局，那虽然企业可以得到利益，然而也产生许多成本跟风险。那企业国际化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呢？ 企业国际化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有：第一个，法律制度差异的风险。各国政府所订定,定的商业经营相关法规跟劳动法规大不相同。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呢，可以跟当地人合作经营。企业的管理阶层呢，应该咨询了解外国法律制度的律师。第二种风险是政府干涉的风险。政府利用经济手段限制进出口，或者是进行外汇管制。 限制商品流动，透过政治手段来保护当地的企业。第三个是环境距离运输的风险，可以透过跟当地的厂商合作，并且要在合作契约上载明买卖双方的责任范围。第四个呢是沟通不良的风险，由于各国风俗民情跟语言文化的差异，容易产生误解。 深入了解，并且顺应各国文化风俗的差异，采行标准化国际商业书信的格式，可以减少沟通的风险。第五个是财务金融的风险，各国央行呢可能会操控货币的供给跟需求，可在买卖契约中呢明定如何处理汇率变动的情况，或者是透过购买远期外汇来规避风险。第六个呢是买方拒付的风险。 风险来自于买方可能会因为破产、汇率变动或者是商品瑕疵而拒绝付款。为了降低这种损失呢，我们应该要尽速处理商品。第七个是商品延迟的风险，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像天灾啊、战争，造成运输延迟，应该在买卖契约中明定责任的归属，或者是投保来避险。好，有以上的解说，同学应该对这个国际企业。 好、哦，有初步的了解。好、哦，那么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在管理上主要有哪些差异呢？好，国际和国内企业呢管理上的差异呢，最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各地主国的政治、经济、金融等运作体系不同，而产生管理本质上的差异。所以应该要区分母国跟地主国，在投资母国相同的情况之下。 面对不同的地主国环境，在管理上也是要做调试。第二个是投资机会的组合呢，和替代方案的选择会增加，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提高。第三个是各国企业分支机构之间呢，相互资源营运可以提升整体的效果，而且分散风险。第四个是组织内外部的运作管理复杂程度会提高，例如国际企业的员工。 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国家，隶属于不同的族裔，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跟价值观，信仰不同的宗教，了解并且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共同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是国际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第五，各国政府呢是一个有主权的机构，提供企业所需要的服务与商品，并稳定经济。政府与国际企业之间。 为共生的伙伴关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整合中紧密互动，双方必须互助互赖，以达成目标。来到这个讲次的尾声，我想简要提醒同学本讲次的重点：国际企业会根据各国文化、地理、经济环境之不同，依照各国所具备的竞争优势。 或是为了贴近目标市场的目的，在各国设立据点，将研发、生产、行销、客服、财务等功能由国内延伸到全球各地。这是国际企业跟国内企业管理上最大之不同。而在空中大讲堂单元，我讲到星巴克咖啡的例子时，曾提出三个问题，不知道同学心里有答案了吗？第一个问题是。 星巴克咖啡属于哪一种企业形态？答案是国际企业。星巴克咖啡一开始只是国内企业，产品项目少，经营模式单纯，但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产品品牌不断的创新研发，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国际企业。随着经营模式复杂化，在管理上所面临的难题更加的繁杂。但是它的展店策略呢？ 也成为业界的范本，品牌、电子店面设计、资产管理、建筑管理，也成为相关产业的指标。第二个问题是，星巴克拓展世界版图的动机是什么？答案是开拓海外新市场，以追求营收与获利的成长空间。与其他全球化的国际企业相同，当美国本地市场逐渐趋于饱和时， 星巴克为了进一步提高营收与获利，开拓新市场，走向全球化也是必然的趋势。第三个问题是，星巴克在跨国管理上必须面对的挑战有哪些呢？有两个挑战，第一个呢是管理方式必须顺应各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劳动法规的不同而做调整。 第二个呢，是必须了解各国文化差异跟消费者喜好的不同，以调整经营的方向跟产品的组合。好，谢谢周老师的解答。那课程也进了尾声，同学们是不是也要想来一杯咖啡了呢？那谢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课程，那我们下回见喽。